等着一个晴天，可以把这船刷一下。去年滑了一年，就这石头上滑的，你看这些地方，刷一刷吧。这也刷不掉吧？那只能努的盖一下。这应该就是清漆，但实际上这是给家具用的。前头那个船主，他刷的就是这个。他说他刷的就是这个，但实际上应该还有更好的。反正也就接着刷它就是了。这色儿啊，然后能在屋里刷，不是味儿。这个东西我就用这个刷子了。能、这个刷子反正也一次性的，刷完就废了。粉蛋儿飘飘过，你看它就下的，啊嗨，就这样了，这倒是看不出来了。它本身这外头就是一层，有了一层这个漆。看看这二十三号还在这儿。三号最好整一下。哎，这边呢？这边是不是？啊，这二十九，对。这是去年的。这是你和涛涛的，这是咱俩的，这是咱俩，这是咱俩的。刷完了，刷完了，看着是比刚才好多了。